Hello， 大家好，又见面了。那延续自我介绍，那我叫李宇哲，叫阿哲就好。然后这个没有那么重要，因为我从学开始，我学媒体，然后来入设计的这个过程，那一直到现在，我等等要向很荣幸的向各位介绍我们即将诞生的手机 APP， 它叫做 iLine。那这支 APP 刚刚上那边有很好的影片，因为现在人跟人的关系，不知道怎么说，社会变迁好，文化变迁好，人跟人关系会越来越少一点。那冷漠吗？倒也，我也不知道啊。但是我们希望能不能借有一些新的媒介、新的硬体设备、新的软体，去拉住人跟人的关系。那我们这个东西从很早的想法是来自于生活当中总是会出现一些小窗口。偶尔什么钥匙没带，偶尔什么摩托车爆胎，那你可能当下有办法解决这件事情，你可能当下没有办法。那没有办法的时候，你会怎么样解决这件事情？我们就借由现在人手一机的这个时代，开发这支 APP。那这個、现在这个就是我现在跟我去合作的公司，那也是开发 NIU。那我们为什么名字叫 NIU 呢？是来自于我需要你啊，就是从 I need you 开始。那 I need you， I need you， I need you 就变成 I need you， 就变成 I need you。所以就是我们这个 APP， 它那时候我们设想出来这个名字，然后觉得希望能带一些可爱啊，或者是比较温馨的感觉哦。我们。像文俊他曾经讲过一件事情，他说他凌晨四点被关在门外面，他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他当下很想要开车就直接把铁子撞破。我说也不用这样子吧，总是有解决的方式啊，对不对？你可以打电话给我。那他说不行啊，阿舍你人在山坡路，还要到左营来救我，太远了。那有这样子远水救不了近火的这样子的状况发生。今天你发生了一些问题，你周边人有些人离你近离你远，你不见得能当下可以找到人来帮助你啊。那所以呢，在这个人手一机的时代呢，我们希望借由手机去把人跟人的关系拉近。那并不是说有手机我就要一样住山沟，我就要冲到左营去救他，而是他或许可以借由手机。去找到左营附近是不是还有24小时的钥匙店啊、锁店啊？是不是？亦或者说是有人可能有相关的技能，然后可能 maybe 是小偷，可能可以帮他看锁之类的，好，诸如此类的。那进而可能还导致某些关系可能就建立了哈。那这个是我们希望做到的。那当然，人手一机，人手一机，人手一机，大家手机不见得是相同的，不见得是相同的作业系统，所以原则上我们的 APP 在。iOS 也就是 iPhone 的作业系统，跟 Android 是现在比较大众的作业系统。我相信还有一些什么，还有什么小米好像也是建构在 Android 上面的。有越来越多的作业系统，但是我目前开发了 iOS 跟 Android 两个版本。那原则上在不久之后都会跟大家见面。我还有，不知道多少时间？很荣幸啊，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 APP， 带大家。操作一次嘛，这是我们 APP 的首页。那各位不才在下，我做出来 UI。那因为在台湾 Facebook 蛮多人在使用的，那 Facebook 的资料正确性会越来越高。我们希望可以借由既定的有资讯的平台，就直接将你的资料融入进去，达到一定程度的安全性。那当然，有些人会质疑。那没有关系，这个先姑且信之。那我们就是也不让人家去麻烦了，你还要再输入你的账号、输入密码，光在那边输入那些表单就累了。有看到什么吗？就是FB 点去。那这个时候，当你连接你的 FB 账号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这是一个任务列表，这是发生在你周围。从最近0.1公里
越来越远，越来越远，在你周围的人发生了问题。好，那我先不管这个。今天如果说你是发生问题的人的话，欢迎将你的发生的小 trouble 发布到我们的平台上面。点下发页之后呢，我们简单的分成四个栏位。那第一个栏位是在地标的部分，前面这个左营高雄，这是我们有导入 Google Map， 它可以快速的帮你连接到你现在所在位置。但是 Google Map 有200公尺的一些差异，因为毕竟那是硬体软体的部分，这我也不懂。那所以后面的栏位是开放栏位，可以让你自己填入更明确的位置。我现在正在七贤路跟什么路口啊？甚至我可以写，我现在就在跑，就是让人家更清楚知道我现在所在位置。那第二个栏位就是详细写下你的需求。我今天钥匙弄丢怎么办？我车子没有跑网怎么办？车子没有怎么办？那第三栏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回馈，你提出一些回馈，人家就会maybe 就会希望去帮助你。那它不见得是钱，因为它不是一个那个锁住栏位，它也是一个开放栏位，可以让你自己写，不见得要回馈他钱。你可以说，请你喝可乐吧，或者是说，这有太多有很多应用型，我也可以利用这个东西。我会吉他，我想要跟别人学爵士鼓，我或许可以发这个案子，让附近的人是不是？你刚好会这个东西，我们可以交换差异。这是一些我们可能有设想到的用心，然后我相信这东西开放到社会上之后，会有更多人想到更好玩的东西。我们这边有假设一个状况啊，例如说要买什么，然后等多久这样子，那。只要送出去的话，送出，然后您的案件就会被放到这上面。这时候，嘣，突然有一个人出现了，他可以来帮助你。这就是一个手机跟手机磨合的部分。那当然，前提就是在两只手机都有下载 IU 的前提之下。那这个人一样是 FB 粉，FB 的那个什么大头贴的照片。那你是否想请他帮忙？多久时候会到？他说：“这个家伙要到啊！”而且这个栏位呢，可以看他以前在 NIU 上面的活动的历史。那这边底下是提供一个快速用语音去跟你沟通的一个栏位哈。我现在在打call。那你在打call的哪边呢？是在三楼吗？一楼吗？诸如此类的。那当案件磨合之后，为了要使系统确定他是你磨合的人，所以我们使用了两个方式去核对身份。那你可以选择 QR code 或者是输入代号。那 QR code 当点下去的时候，就会开启你手机的自动判别 QR code 的功能。不要取消了哈。然后磨合完毕之后，给对方一个好的评价。当对方如果有真的有完成你的需求啊，你需要的东西的时候，就给他一个好的评价嘛。假设他不 love 你，就是他根本接了你的案然后就跑掉之类的，那不爽你就给他负评之类的。那好的评价跟坏的评价都会显示在那边。那这个也是给大家一个基准。当这个人接你案子的时候，你看他有两颗红心了，2000多颗负心，是我也想叫他帮忙，对不对？OK， 那最后这个，我们希望每一个小窗口被解决的时候，可以让社会越来越好。那所以我们会将系统会将完成案件的数字写上面，你是第几个让世界上更美好的人？那显示一下你的红心数啊，你的等级。那我们有导入一些这样子的部分，因为时间有限，那所以。我将部分的东西留待你。好，好的。最后的17秒钟，请问各位对 IIU 有没有什么问题呢？还是5分钟？对，5分钟。好，谢谢。好，那这样子，刚刚的部分。
对我们的，我对我们那个 IIU 的功能，带大家做一个展览啊。那现在这个东西它已经在被PO出来封闭测试中了。如果您有兴趣的话，欢迎开 QR code 加入我们封闭测试的行列。谢谢，不好意思，没有这个问题。那我们要测试多久？我们测试期一直到没有 bug 为止。哦，真的吗？因为我们不希望惹麻烦，就是说今天你接了案子，冲过去之后发现没有这件事发生，这个我们会觉得很难为，我们不希望让各位难为，所以我们会测试到整个系统是确定是安全的状况。所以你们测试是就用手机，还是说要到现场去？你们就用电脑去测吧？我们真的是用手机。对，那先等等，等等，如果您是 N9 用户吗？还是 iPhone？ 可能之后会变成 iPhone。我之后会变成 iPhone， 知道？不确实，两个都 OK 啦。OK， 那。等等，稍等，你们可以往往看，真的用 QR code 拍看，是不是真的能进行磨合？那这东西就是我们现在不停在测试，我们需要一笔大量的资料，那让资料在我们的伺服器里面可以磨合出一些结果。我们希望有一个好的下载率、好的磨合率，导致是不是真的能让台湾社会变好？这是我们期待看到的。请说，我们想是你们在开发这个硬件中，有哪一个部分是比较困难？重复一次他的问题，然后我们在开发的时候有什么很困难吗？对不对？什么都很困难，就是因为我本身是我本职是平面设计师，那做 UI 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是还好吧，但是就是这个想法要转变成图像，再转变成功能跟程式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经过了很长时间的磨合以及沟通。那我们的陈设计师团队他们在台北，那所以我们就是不停的在来回咨询。那我的东西到他那边去和陈设计师去之后，到底能不能 work？ 那如果不能 work， 要怎么解决？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都是困难，就是都还蛮多困难的。可是一直到现在有一个不错的结果。其实会让我们觉得，好像蛮开心的，而且也很期待这个东西啊。对了，顺带一提，我们的 APP 免费下载，免费的哦。OK。我一个比较现实，就是说，就是因为这个功能，我相信听过大家都觉得还不错，但是想要冒昧问一下，就是这个城市目前有没有想找到它的金流方式？因为我们希望它存在，但是它如果没办法活下去，还是就比较难。谢谢提醒，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重复一下问题，他希望我们能继续活着，所以看能不能有好的金流方式。有，在下一位的朋友可以跟您解答。对，因为针对 APP 开发，这是一个产品。至于怎么把产品卖出去，这是行销。那我们有行销的部分去配合。那我是生产者嘛，对吧？就是老公，可能要一个人。好，这样。因为我会打到下一个人会打到 OK 啊，请说。就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我刚刚看到说，你可以评价说帮你那个人好不好，那应该是可以互相评价的。对，所以我刚刚只讲一半，对不起。还有第二个是，我会想到的是，那我也是以小使用者来想的话，我会想说，那这样子的话，我是要常去开它，所以是你们应该要创造一个诱因，让我是常去。打开它，而不是我需要帮忙的时候才去看。对，那这样子会对。重复一次你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是不是可以互相评价？可以。我刚刚少讲一半，因为我时间有限，我只把接的这个部分，把发案这个部分讲完。接案有接案的媒介，那当然在两边都磨合完成、事先完成之后，可以互相给评价。那刚刚你看到最多是给5颗星，对，5颗红星吧。那。因为你做别人的事比较辛苦，所以我给你评价最多可以到5颗红星。那你发案的，就是坐在那边苦苦等，所以你最多只能得到3颗红星。这是我们一个小小的设计啊。那大家可以相互评价。第二个问题是，要怎么样？你们是怎么样让他持续要登录？因为我可能要用，就是我有困难的时候才用。
对，好，那我们如何确保持续登录的方式？这个东西我们其实最早有一种像是打工达人的想法，你在这个时间在那边闲闲的，打开一下，或许附近会有需要帮忙，或许可以因此而赚到一些零用钱。那在这部分是来自于比较被动的想法。那再来第二个就是我们有推播的功能，当您附近的范围只要有人发的时候，嘣，你的手机就会启动推播。知道推播吗？就是你的 icon 上面有一个小小的铃，然后有两介绍就是234。那这部分就是去引用去把它点开来。那就是我们这边的设计是以你为中心，那你附近发生的事情，因为我也不希望你跑到台北去报名。好，我们时间关系哦，不好意思，那如果还有问题的话，待会儿还有这个时间可以私下请教。